好好，但是妞儿会怎么穿？好，妞儿可以有第二穿，所以呢，这是我们的正确 S 号、M 号、L 号腰围。所以这条裤子呢，在流行度上、在实穿度上，全部都可以做到。它非常非常的软哦，透过镜头就可以知道了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它是有做这个微刷色，然后扣头的部分我刚刚说了，它可以打开变低腰裤，也可以就是扣起来变正常的。再来后面做松紧带，所以呢，一样正常带就好了。S 买 S，M 号买 M 号，L 买 M 号。